到咗六合彩嘅时间，今日系1月27日星期六，有我罗雪贤同大家主持第十一期嘅六合彩现场教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总额，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3443万。由于上一期嘅头奖有人中，所以系冇累积多保奖金，而投注总额嘅15%，亦即系51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教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陈嘉欣大律师 BBS 太平绅士，同埋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业务工作发展局主席彭允熙律师 BBS MH 太平绅士。欢迎晒两位，介绍一下受惠机构啊。义务工作发展局致力推动及发展持续的义务工作，鼓励市民积极行义服务社会。该局与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办的香港义工奖2023颁奖礼，颁发超过22000个奖项，较去年大幅增加近3倍。该局将继续与各界伙伴协作，统筹及招募义工参与各项大型义工服务，例如刚完成的渣打香港马拉松2024，同埋即将于5月举行的输出爱心10元义卖等等，期望鼓励更多市民投身义工行列，实践关爱香港、人人行义精神。详情可以浏览该局的网页。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大家电视机荧光幕会见到一部六合彩嘅搅珠机，1至49号嘅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下而即刻开始第十一期嘅六合彩现场搅珠。第一个搞出来的号码是8号 ,The first row number is 8. 第二个搞出来的号码是17号 ,Second row number is 47.第三号搞出来的号码是1号 ,third row number is 1。
个搞出嚟嘅号码系34号 ，fourth number is 34。第五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9号 ，fifth number is 19。我搞出嚟嘅号码13号 ，safe number 13。最后一个搞出嚟嘅特别号码12号 ，extra number 12。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复一次啊，分别有1号。8号、13号、19号、34号、47号，而特别号码是12号噶。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嘅六合彩结果，又或者头二三奖嘅派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5288，又或者浏览马会六合彩嘅网页。好啦，节目时间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唔该晒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佢哋分别系陈嘉欣大律师 BBS 太平绅士，同埋彭允熙律师 BBS MH 太平绅士。唔该晒两位。在这里提提大家，在节目完了大概15分钟之后，大家就可以购买下一期的六合彩彩票了。在这里预祝大家好运，我们下一期六合彩再见，拜拜。Thank you.